哎妈，您这是干嘛去啊？啊，你小姑子下个月预产期到了，我去照顾我女儿。妈，您看我这过几天也要生了，英俊他工作还忙，您等我生完了您再走呗。你生不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俩又没有血缘关系，我现在不把我女儿照顾好，将来我老了，我还能指望你个外人养我老啊？不是，哎呀，妈，媳妇儿，你们就少说两句吧，这家和才能万事兴。我为了这个家忙前忙后，为你生儿育女的，到头来你妈说我是个外人。今天这个事儿，我会记你一辈子的。哎，英俊，我这次去照顾你小妹啊，一走就是一年，没日没夜的，也没有时间管你要生活费。你呀，给我转一年的，省得来回管你要，还怪麻烦的。行吧，正好我这有现金，给。这呀，啥时候都得是亲生的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妈，小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哥，我敲这半天门，你怎么才开呀？大孙子，大孙子，奶奶来了！大孙子，孩子没在家，上幼儿园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嫂子，你那是怎么跟妈说话呢？你可别忘了，这是我哥家啊。我妈来看孙子，那是多正常点事儿啊，还轮到你在这插嘴？就是，我回来看孙子还要提前跟你打招呼。妈，小宝今年五岁了，在这五年当中您带过他吗？您是给他换过一次尿不湿啊，还是他吃过你给他买的一颗糖吗？你现在说想他，你这心里边不亏吗？你这拿的大包小包的，这兜里边有一样是给小宝买的吗？你，哎，妈，不是，嫂子，你说话也太过分了吧？你那孩子是你自己生的，就得你自己养。再说了，妈这几年身体本来就不好，你不过来照顾照顾，那也就算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反过来还能埋怨妈呢？你说这个话，你也好意思啊？就是，还是我女儿懂事。也不知道你这个儿媳妇是怎么当的。孩子虽然是我生的，但是也是跟你们家姓吧。你要是觉得委屈，那你就别生啊。你以为我想生啊？我当初跟英俊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计划要孩子的，是您说的，你说你生吧，生完了我给你带。可是我要临盆的时候，你呢？你去给你的女儿看孩子去了。不是，嫂子，咱可是一家人呢，你这么说话多见外呀。妈，是您说的，我是个外人，靠不住。人心换人心，你怎么待我的，我就怎么待你。还有你，小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现在妈岁数大了，给你带不了孩子，干不了活了，你才把他送到我们这儿。妈，我没有。嫂子，大哥，你管管他，看看你这败家媳妇。小妹，这母慈方能子孝，这些年妈是怎样对待你嫂子的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么多年妈把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了你的身上，所以也请你以后好好照顾妈。啊，哥，我曾遇到一束光，哥，我乘着风的